OK， 好，这个谢谢江老师的介绍哈。那我是 Richard， 那其实可能我这个开头写给他的有点多哈。那总之呢，其实今天我想提的一个点，就是在AI 大模型今年这样的一个来袭，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各种的挑战，所以我的题目其实是开源治理还有开发者关系的挑战与机遇。我们似乎看到了很多AI 可能会让开源社区变化的一些点，我虽然看到很多挑战，但我看到更多的机会啊。那这里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哈。那我是开源社联合创始人，也是这个开发者关系这本书是那个中国第一本这个开发者关系的专书的一个引进者和译者哈。然后过去呢，我曾经在这个华为云担任过，比如说 AI 开发者生态总监，还有像是这个开发者社区的一些这个工作。然后以前呢，大家可能听我口音啊，就知道我是台湾同胞啊。以前我曾经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它是对标到北京中科院这样的一个组织，里面有一个开源办公室，叫做呢 Open Source Software Foundry， 在那个地方来做这个开源相关的研究。所以说这大概是我的一些经历啊。那曾经中国也有很多的代码托管平台，我在曾经的一家叫 Git Cafe 当时做这个市场总监，所以这大概是我的一个这个简历。现在呢，就是我就是担任独立的咨询顾问，给企业进行内训，还有一些这种就是顾问服务啊。那我想先说说 community over code 这样的概念，虽然我们已经到了第三天了，这个大会就叫 community over code， 但是呢我会觉得这个概念在中国的推行也差不多，大差不差也就十年哈。那昨天的 Emily 陈，就是陈阳开源社的理事长陈阳的演讲，大家有听的能不能举个手，我看一下，昨天有听到了。好，我跟他不约而同的把这张图也拿出来了，我跟他没有对过任何的这个内容啊。那其实呢，我们都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时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落地到中国的时候，那我们呢通过开源社的力量借用了很多 Apache 的一些想法，所以说呢还请到这个是 Rose Gardner 来跟我们介绍。所以但是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听到 community over code， 事实上我更早的时候就研究过 Apache Foundation 的一些精神啊，不止 Apache， 比如说 Mozilla Foundation 当时有所谓的 Mozilla Manifesto，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也有它所谓的 Manifesto， 有很多不同对于 Open Source 对 Free Software 的一些定义。因为我当年是在中央研究院，它是一个研究院， 我读了很多 paper 还有书，所以了解各式各样的这个开源或自由软件的一些精神。而但是我发觉只有我这种读书人可能当时是个读书人，还读了很多。那现在呢我在13年底来了大陆之后呢，我就希望说能把这样的 community over code 给大家听到。所以非常巧的事情是就在这个会场哈，当年2015年3月28号 OK， 当时呢第一次中国以 community over code 做了一个开源技术大会，就在这个会场办理了，就在这个会场。然后呢当时是 CSDN 主办，并且有腾讯基金会投钱， OK， 是这样的一个大会。那个时候就在这个会场，你看就是这个地方，当时坐了很多人，不过那是老的装潢当时是这样子。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会做的还不错的一件事情，就是呢像 Emily 陈阳我当时我还是小鲜肉这个九年前，还有这个庄表伟，今天也是我们的嘉宾，以及一位 Python 社区的这个精神领袖之一，又叫大妈周琦啊，还有一位来自台湾社区的 Open Susie 这个 Max 黄，我们五位其实是当时的那个社区指导委员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认为真的要办一个以社区 community over code 的会，必须要由真正玩社区玩很多年的人来进行这一个指导。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还进行了一个这个，就在这个会场现在我站的位置上做了一个这个那个 panel OK。 那当时这张图是我拍的，我在台上自己拍的，所以拍不到我自己，这是别人帮我拍的，所以看得出来这是年轻人这是中年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OK， 好，那经历过这些年，我觉得中国开始对于 community 的价值大家已经渐渐的理解了，而且越来越多人参与进来哈。那不过到底什么是 community over code， 我为了这场演讲其实我又重新去复习了一下，到底比如说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或者是其他地方他怎么去说
啊，什么叫做这个 community overcode？ 我发现哈，即使是 Apache Foundation 里面的这一些 blocks， 也未必有很清楚的 definition。它并没有真正的 definition， 有时候这句话就像一个精神一样，你认为什么是 community over code， 你去解释它，你去感受它，远比把 definition 写清楚来的重要。但是呢，我们都很清楚哈，代码绝对是开源社区的核心，我们并不是说 community 一定就是超过代码成为它的核心，核心是代码，也就是产品本身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产品，你说大家再喜欢它，最后因为产品没有解决到用户的问题，所以说呢，用户就走了，用户走了，贡献者也就散了，一定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记得，真正好的一个 open source project， 就是它能解决这些的问题，而且是用最好的一些这个质量，最高的竞争力，不管是竞争其他的开源项目，还是竞争其他的商业项目。它一定是有最佳竞争力，而我们的方法论就是社区跟好的 community， 它就是维护这个代码质量，这个项目质量持续维持第一名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项目，它即使以前是一个不错的 open source project， 每个 open source 都有它的 life cycle， 对吧？它有升啊，有到这个很顶端，有慢慢 decline 都有可能。那如果说你到了一个项目，已经到了这个，比如说它的生命周期的比较尾巴的时候呢，你要再把它救起来，大概是不太可能。OK， 但是呢，我们都要知道说，只要在这个技术范围之内，我们想要持续的去投入，然后呢，我们社区持续的壮大，其实才是对于这个项目的健康度有最好的一个帮助啊。所以说呢，我仍然认为呢 ，community over code 是一个非常重要，不管是衡量它我们要不要加入的一个指标，或者是我们自己要做个 open source project， 我们要从 day one 开始就要关注 where's your community， 你要怎么去建你的 community。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所以这边其实也讲一些，或许是说说道理啊，我就快速的去说一下。好的开就是好的这个社区里面，第一点，它能够识别稳定，就是说让你知道哪些是高质量的项目。所以最近有很多朋友问我说，我该参与到什么开源项目去，哪些质量比较高？我说第一个，你可以去看一些网上声量，通常提到比较多的，它不会太差。就是说有被提到比较多的，通常它的这个已经不错，而这个提到往往它是 open source， 因为你还可以去看它的代码，你可以去看这些代码的贡献者是不是很丰富、很成熟，很多人在贡献讨论。如果是的话，它就代表它是稳定跟高质量。我们没有人会去，尤其是商业的用户不会去投入一个质量不稳定的一个东西，即使是质量很高，有的项目如果是太早期，除非你是 early adopter， 否则如果你想要做一个接受一个稳一点的项目，你还是要去看社区够丰富，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但如果你是一个 hacker， 是一个玩家，你不为商业公司负责，你要追逐的是技术，你也可以从很早期就开始加入，去看那一些活跃的少数人是不是你非常技术上敬佩的人。所以要如何识别高价值高质量的项目，要看里面的社区跟投人啊，是这样子。第二点就是，如果一个社区很稳定呢，你能得到持续的支持跟维护。那这大家大概都知道，就是我们就算某个关键的开发者离开了项目组，那他还能够持续稳健的去运作，这就是个好项目。所以我们之前听过一些故事，就是某一个项目的开发者可能他忽然间没有维护了。或者是说他可能出车祸了，对吧？这是真实的发生的事情，或者他怎么样了？大家才发现，或许一个项目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开发者去维护他的，我们去依赖他是有一些风险跟危险的。而如果我们真的真心认为这个项目得持续下去，我们要做的不是伸手党，也不是说出一张嘴，而是说我能不能成为你的一份子，因为我的加入，你的开源社区更健康更茁壮。那比如说我自己好了，在2014年创始了开源社之后，我曾经在大概2020年之后呢，我就主动宣布我不再竞选理事，
原因是因为如果我持续竞选了，我可能就会选上。我退出来理事会之后呢，反而没有因为我退出这个开源社就不能运作了，还有更新的心血加入，所以这才是社区 robust 的一个这个成熟运稳健运作的一个概念哈。再来是很多人他看到一个社区，我也经常使用一些项目有问题，我去哪里找问题？如果是一个稳健的社区，他也能够获得社区成员的帮忙。当然大家可能就是啊，像海外去 Stack Overflow 找答案，或是国内比如说像是在这个 Segment Fault 或者是各种论坛找答案，我们很习惯于找答案，我们也通常找得到答案，只要这个社区是很灵活运作的。但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更复杂的答案，更复杂的问题，我们找不到答案。这时候我们就要真的找到一个一个有经验的人去问，对吧？我们如何？我经常被问到说，哎，我想找个答案，但是论坛找不到，我想找谁问？我会被问说我要找谁问，因为我可能是一个 connector， 我认识很多的社区的朋友，那我就说啊，哪个社区你应该找谁，应该怎么样。后来我发觉，即便我不认识该社区的人，我都有一套方法论，知道说怎么找谁问，对吧？他们可能有他们的 mailing list， 他们的官方的，或者是看他们里面有哪些比较活跃的人。但是呢，你作为一个小白，作为一个陌生人，甚至作为一个商业用户，你带了一个很难的问题，在你在社对社区没有贡献的情况之下，要找到人免费问，这不是白嫖吗？对吧？所以说其实我们呢，不能够白白的去要求社区给我贡献，而是说呢，我如果在社区问得到答案，其实是因为我在这个社区有一定程度的贡献，让别人觉得我也贡献社区了，所以我也能找得到答案。那反之，有一些真的商业比较急的问题，我会建议他用商业的方式寻求他的答案。一方面，商业你付费了，有 guarantee， 在对质量来讲，他不会乱答；二方面，真正商业愿意付费的一些答案，它确实是有商业价值。社区的人，我觉得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就是获得一些这种贡献社区之外的一些收益。所以这个其实是要健康的看待它，而不是说，哎呀，我问过社区了，他们都不答，哎，他们平常对别人都那么好，怎么对我不好？那这个社区没用。如果是这样，就是一种恶性循环了，大概是这样子。另外呢，社区会带来很多样化的视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往往只觉得我贡献这个项目，它能解决我什么问题？我对于场景、对于各行各业、各种程序员想解决的问题，我其实不了解。有一句话在 user experience 叫做 "You are not your user"， 你不是你的使用者。如果 diversity 做得够高，你就会发现原来他有这个需求，他有这个想法。我们全部在一起之后，能开拓自己的眼界。所以我也是经常在参与开源社区之后，我越来越认识这个世界了，因为世界是客观的，不是我一个主观的人怎么想。所以认识越多客观人怎么想，越让我知道一个好的项目，一个那个多元的场景，能帮助这个项目更加的一个茁壮哈。那最后就是呢，贡献社区会让你有 ownership， 就是呢，你一旦贡献这个社区到一定的程度，你就觉得它就是我，因为呢，它里面有一部分我的贡献，不管是我的代码，不管是我的这个比如说我爱好我去推广 ，OK， 它是我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很重要。当你觉得那个社区或那个产品，你也是其中一个 owner， 那么呢，你就会对他更加的有 engagement， 就是有或者是 loyalty， 有忠诚。所以这时候呢，你看啊，这就是一个循环。你希望它更好，更多人用，你就去告诉别人，更多的人的问题因此被解决，然后更多人分享，然后又帮助更多人，然后还有更多人加入，它不就像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所以其实呢，真正一个开源社区要成功的，就是你让你的贡献者、你的 user 变成底下的这一个循环，不断的滚下去，你就成了。OK， 基本上，当然每个社区都有它的它的上限，就是不太可能说这个有几百万的开发者都到了一个项目里变成贡献者，这个项目也撑不起来。比如说 Linux kernel 也就一万多个贡献者，对吧？所以就是它会有一定的上限，看不同的项目。但是一旦你把这个领域的开发者大部分都弄到这个项目里面来了，你其实就已经dominant， 你就已经成了，因为其他人没有这些开发者了，开发者是有限的，是很宝贵的资源哈。那啊，不好意思，那最后是这个啊，就是我觉得
有一句话叫我记得我好像是我秃了也变强了，我把它改成这个、啊、就是我贡献了 GitHub 了，所以我也变强了，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我们希望自己是越来越强的，也就是在我们要变强不是闭门造车，我们即使闭门造车也把车拿出来给别人看，也得开个 conference 或者是一些行业研讨会啥研讨会，或者发专利嘛，就算我闭门造车做专利我也得发专利。第一点，发完专利这个东西才真有专利啊。第二点是发完之后你的友商你的竞争者会看，大家就互相竞争互相变强。 OK， 所以其实我认为社区就是一个让你最变强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你在一个健康的社区中也能找到能力经验跟你差不多的人，大家可以互相砥砺，成为一个这种 peer production 或是 peer review 你的代码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我想讲的事情是、啊、什么叫一加一大于二？我觉得一个好的社区，很多人经常说如果别人来了我的社区就跑掉了怎么办，因为 free to join free to leave， 就是 你很欢迎你加入，可是如果大家觉得在这个社区没有获得什么好的东西他就跑了。其实呢，真正好的社区是能够做到一加一大于二，或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你进来之后你发觉哇，这对我一个个体来讲帮助了更大了，越多人进来发觉在里面我受到了帮助更大，而且我越贡献我得到的 return reward 更好。所以呢，你要作为一个社区的核心的 operation， 这样核心的组织者必须要去想我怎么样创造一个环境，而不是大家进来打白工对吧，然后呢没有什么回馈，然后可能有点，我甚至听过某一些哈，不是我们这个圈子的社区哦，就是人家搞了一个社区，找志愿者进来啊，把那个志愿者羊毛薅完了之后，再换一批志愿者，再换一批，对，是有这样的情况，这个不是很健康的方式，这个进来的志愿者也没有真正的成长跟获得，所以呢，你一定要去想如何让大家一加一大于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的社区没人参加或人参加跑了。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个不要去怪说哎呀这一届年轻人不行啊，不能这样怪，而是要怪是不是这一届的组织者不行。 OK， 要回头问自己是这样子、哦、好。那么 AI 来袭哈，其实刚讲了这么多，我看到我遇到什么问题呢？首先哈，这个图可能被用过很多次，最早是说这个开源吞噬软件，后来有人说呢，云计算吞噬开源，然后甚至最近有人说 AI 吞噬掉前面的所有。那么这个吞噬逻辑是什么？ OK，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云计算吞噬开源的点了，因为呢在商业世界当中，开源跟云计算的商业模式，云计算比较容易算钱对吧，就是从算钱的角度比较容易算，人工智能的某种程度是它从能力的提升某种程度可以降维打击到后面很多。不过呢我的感觉是，与其说人工智能把前面的吃掉，不如说它是让前面的所有可以 enable 可以赋能起来哈。那么我们也讲一个点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 GitHub 跟 Stack Overflow 的一个情况，一个流量的一个情况，在今年2023元，因为这个报告没有后面啊，在明显一二月之后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分歧。那很多人就说哇，那这个东西咋回事，是不是因为那个比如说 Copilot 啊，或者是说这个ChatGPT 啊起来 OK 造成的。我认为哈，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你说这两个东西 GitHub Stack Overflow 它两个难道都是有竞争关系吗？其实在我看来不是，而是在这个 AI 时代之下， GitHub 帮助了大家，在 Copilot 的加持之下帮助大家更快更容易的把代码写出来。虽然有人说有的代码很垃圾，甚至呢漏洞或者是说质量问题很多，但 Stack Overflow 继续往下跌可不是只是在这个 ChatGPT 出来之后，你可以看它大的一个趋势，它就是往下走的。所以某种程度我说这个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只是不小心进了这个 AIGC 的冷冻库而已，它确实挺冷的啊。好，那不代表说我们投资在 Stack Overflow 的东西变差了，而是说呢，到底开发者要的是什么，我们回去问开发者，要的是一个让我如虎添翼的东西，帮助我开发效率的提升。所以呢，代码生成是不是对社会啊社区有一些负面影响，我待会也会去说哈。像比如说这个有人说 AI 生成代码 bug 很多，
是不是自己写算了 ？OK， 那以前都是我写两小时，然后 debugging 六小时，现在可能是我写五分钟，然后 debugging 二十四小时，对吧？那这个是一个好笑的图哈，就是说这是一种点，但是是不是你完全手工写代码就会很强呢？比如说这张图啊，大家可能知道是跟某种饮料有点像，对吧？纯天然手工代码。从小敲到大 ，OK， 零 AI， 纯正人类程序员，用 VIM 手敲代码，敢承诺 不添加任何 ChatGPT 跟 Copilot 代码，你敢这样承诺给你任何的老板或者是这个你的客户吗？对吧？这个饮料可能敢了，我们是不太敢的，原因是因为呢，这也跟我们的开发的逻辑是不太一样的，只是呢，这两者都有问题。以后我们是否是这样的情况，还是我们要坚持呢？坚持到今天也不可能是这样子哦。我们其实习惯的是这种方式，就是说呢，哎，我们去找可能 Stack Overflow， 然后呢去找到需要的代码，然后需要就把它贴上。经常有人这样干，国内可能换成 SegmentFold 或其他的社区啊、哦。但是呢，我们就要去看到在代码这间。事情上面我认为是不应该这样去做，尤其大家贡献开源代码，要记得如果你写写自己作业，甚至你只是在公司里随便搞一些人家见不得人的项目，这样干就算了，社区是要脸面的，对吧？你贡献的代码是你的 ID， 你的代码上到那个 repository 里面，然后审核代码的人他也会理论上要背一个责任的，他审核了，可是你不要去害审核的人，他真的知道你是拿抄来的嘛，对吧？所以我们要第一点要有个道德感，第二个呢是我们要知道那是违法的，如果我们随便拿别人的代码不知道来源就贴到你的开源社区里，这是违法的。甚至在 AI 里面哈，非常大的问题，这个诉讼案啊现在还在进行，也就是说呢，有人起诉这个 GitHub Copilot 的，说你用了我 GitHub 上所有的代码库，结果呢你去训练出你的 AI， 你能确保你的 AI 是重新创作吗？因为著作权法要求的是我是保障的是每一行代码的表达形式，但我不保障每一个代码它背后的一个概念，就是著作权 保障的是这个 expression 表达的形式，但是呢它的概念当然每种概念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嘛，所以我们其实要去想的事情就是以后 AI 出来了， Copilot 自己生出来的代码它有没有侵权，你怎么查，对吧？你怎么查，你不知道。而且这个如果你用在商业产品或开源产品上，最后发觉用 Copilot 出来的那段代码是侵权的，你找谁？ 你能告 Copilot 吗？保证告不了。它的这个一开始注册的时候会有一堆字叫做这个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里面就会有一个 I agree next， 你就 agree 了，你就没有任何的空间说你去告他了，他会保护自己了，他有法务 OK， 所以是这样子的。那 这个 AI 生成代码是否侵权，我们所有人都还在看，这个美国的案例也还没出来，而且可能会很久，对，所以说这个不知道。另外一点呢，其实、提到关于 Llama 2、啊、我也讲一点哈，虽然这个可能跟 community 关系不大，但是呢 license agreement 就是我们的 open source license， 到底是要共建这个社区，还是只是我要把我的代码分享给你用，这个模式大家也要去看、哦、我要参与贡献一个社区的时候，我得去看它的 license agreement， 那我的 open source license 如果用的是 OSI approved，就是 OSI 认可的 license， 它才能够确保大家是贡献协作的方式来搞。如果只是我把一个代码 open 出来给你们用，但是呢你们后续的使用 很困难，你要贡献回我也很困难，这件事情呢它就只重视是 share、有点像是 shareware， 就是我把这个 code share 给你了，但不代表我让你们建成一个社区。我比如说 Meta， 我做 Llama 2这样的一个、它虽然自称是 open source 的，但是呢其实它的 license 仔细看，比如说这个商用的，还有这个、不能改善其他 LLM 的，这个都是很违反我们社区共建的一个原则 OK， 所以这个是大家也要去注意到的哈。那么在 AI 加开源情况如何去面对这个看待开发者关系这件事情呢？首先什么是开发者关系，可能有人问我说这跟我开发者有什么关系，
我说还是有的，因为呢，今天各家的企业或者基金会在做它的项目，要去跟开发者之间形成一个互动跟共建。我必须要把开发者关系建好，我们之间的互动才会好。而如果你是一个重要的开发者，加入到一个社区，你也要知道说对方是怎么样来营造他的社区建设，他的开发者关系的政策是什么？开发者体验还是开发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因为呢，企业基金会项目互动的过程当中，他是要帮助开发者更好去了解，更好去使用他所推广的产品或技术，来把他的技术影响力给强化。对于这一个产品来讲，就可以形成行业的事实标准，甚至是一个垄断的地位。然后在同时，他也可以去收集反馈，哦，看看大家觉得这个东西用的怎么样了，然后去促进产品的一个优化和创新。所以呢，很多的开源甚至闭源项目都会去做这个 DevRel， 就是开发者关系。它的核心其实是我刚刚讲的，你东西真的好用，而且呢，你要能感知到这个东西，你要在里面社区能活跃，更多人参与 engage 进来，成为 contributor， 最后呢留存下来，成为忠实的一个用户。所以它会分几个模块，像在开发者营销，就是要把你的感知跟活跃提升；在培训的部分，就是把你的活跃跟参与度学好。然后最后开发者成功的意思就是，你一定要让开发者是这个觉得，哎，他做这个项目很成功，他才 OK 的。好，那我时间 看了有限，好，我讲快一点。所以现在开发者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在座可能是技术型的开发者，你懂开发，你本来就学而且做这块，但你必须包含更多领域的知识，你才能够在某一个行业里面做开发者做得好。而我们呢，面对 AI 是要有个健康的恐惧的。什么叫健康？就是呢，它一定会来，就有点像是医生告诉你你已经得癌症了，这个比喻不一定好，但你已经得癌症，你不能说哎呀， 我以为我没有，不对的，那我就已经得了，比如第零期，好，我就好好的去照顾我身体，好好的去做一些调整，或许以后能够还是长长久久的健康的活下来。那非典型开发者以后咱们会遇到越来越多，因为 AIGC 赋能了大家一些这种就是成为开发者的机会跟可能，这边有一堆，所以有可能某个人他是某个职业加开发者，你要去想你是开发者可能加某个领域某个行业，那某个职业比如说游戏玩家加开发者，摄影师加开发者，律师加开发者，都是有可能在未来十年就发生的事情。我不敢说两年哈，两年应该不会，十年绝对会发生的。好，那么我们在那个就是在开发者旅程过程中哈，比如说呢这是一个开发者，他要去探索一个项目，评估要不要用，评估要用之后去学习，学好之后我要去 build， 要去构建，构建好之后有可能我要规模化我的产品，然后呢进行这样的一个闭环。那外面这个闭环是一个项目方他要去考虑的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想怎么样跟开发者讲清楚你的效果。这边我就不去提太多，但是呢我讲一点，就是一定要我们接着可以尝试去训练社区专属的 AI chatbot 或者是 AI agent 去主动支持。在这个过程当中，过去要花很多的人力，而且这些人力可能是低效的人力去支持很多新进的 newcomer。 我们如果能用 AI bot 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且不失去社区的人味的话，那是不错的。好，那如果呢我们 AI 确实能保证项目在面临问题 bug 或新需求，然后呢能够越来越好，那不是很好吗？我说是啊，它能提高我们的效率，找到各种问题还有性能瓶颈跟安全漏洞，并且减少一些人为的一些失误，可以帮我们看以后 code review， 我们可以先用 AI 帮我们做一次，人再去挑剩下的东西，提高代码的质量。自动化一定是我们追求的，作为一个 hacker本来就得自动化，这个 Richard Stallman 自己也讲过，他在这个 MIT 的 AI Lab 里面工作，他也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哈。那再来全天候007支持，我们996工作就不行了，那007只能让这个 AI 的来做了。对，所以呢还是可以帮助大家提供全天候的指导，但是我们要另外一面小心，我们不能过度依赖 AI， 否则我们会丧失一些本来有的一些技能，然后呢人际的互动
减少的话呢，那我们也要去当心。所以某一些必要的人际互动，我们得适时的人要去介入进去。然后呢，数据和隐私也是个问题，因为使用 AI 可能会于对于我们社区的数据隐私会产生一些 concern， 还有偏见跟公正。如果我们的数据本来就有一些偏见，我们出来的 AI 它就是有偏见的。好，那么所以AI 不能够完全替代社区的一个价值跟重要性，比如说像人类的视角、洞察力，人类怎么决策，而且人类决策的伦理逻辑，人类的社交协作，还有面对未知的适应性。 AI 是知道过去，很难知道未来，因为它是基于我们的数据，数据是过去的，但我们如何面对未来是人要去做抉择。那这一些点其实都是 AI 难以去匹敌的。那最后呢，我要怎么样通过 AI 来增加社区的活力跟健康呢？在这些点里面呢，都可以帮助到，就是我们去想，例如说新手指导刚刚讲了哈，路由问题回答问题，现在可能就是一个论坛或是 mailing list， 但我们只要能路由问题 回答问题，这个都是不错的。那有一些有害行为，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 AI 就来识别，不管是 spam 啊，或者是一些有害的言论等等的。多语言文化支持以后应该越做越好。现在我们很多社区的问题是只用英文，如果没有英文，仿佛我就没有办法搞了。对，那其实我认为或许以后可以跨语言的多国的开发者协作。那其他像是分析啊，还有推荐正面互动跟冲突检测管理，这个也都是目前我看到的。那因为时间到了，所以呢我再花一两分钟把它讲完哈。重点是 AI 能力提升这些触点，开发者的触点，但是要审视是否降低社区的人味，以及呢提升社区效率，这是重点。那我们要看短板在哪里，把它补足，而不是被替代。最后是社交、信任、贡献，这三件事情是社区的本质。我们一定要仔细去观察我们的 AI 使用是否破坏掉这三个点。最后呢，就是有人问我说，开发者都跳过的搜索引擎直接问大模型了，那我还要做 SEO 吗？我还要再去做这个论坛吗？我的答案是要，而且呢还更重要。为什么呢？内容是触达开发者探索的第一步，你的内容没有触达别人，听都没听过你，所以说第一点要。第二点，大模型还是去捞那些论坛的，他就是说论坛以后能不能拒绝大模型捞那是一回事哈。但是呢，现在比如说纽约时报 也拒绝那个 ChatGPT 去捞他数据，最近正在打官司，是这样子的。那但是无论如何，现在搜索引擎的数据还是最重要的。第三点是，我们也要知道大模型获取什么内容，我们如果不积极主动的在构建我们的内容，大模型获取到错的呢，或获取到友商的呢，对吧？最后是我们要管理 AI 产出的垃圾内容，可能通过技术或社区人为的手段来去把垃圾的内容 给干掉，否则会影响到大模型。因为太多开发者以后就是大模型那个代码跑就跑出来了，什么东西都跑出来了，你得我们做好内容，让大模型捞到对的内容，这才是对的一个方式。所以最后结语就是呢，我认为刚刚讲的一加一大于二，其实呢 AI 是能让我们如虎添翼的。我们应该要通过 AI 去强化，让我们社区更健康，而不是把社区真正的核心给架空。所以它有可能这个 N 是一个 square， 但是呢我们要确保这个 square 是个正数，不能够是一个负数，如果是个正数才能够继续往上走。好，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边，谢谢大家。